没有吗？大家都觉得自己好看是吗？是、嗯、是，开心吧。好，来，孔雪儿出来。既然你这么好看，你来做一个鬼脸给我们看看。啊！为什么为难美女？一、二。丑吗？不丑。好，那再来一个，三二一。啊，不错不错。很好很好很好。来，虞书欣，那你也做一个鬼脸给我看看。你应该也觉得自己好看得不得了吧？哈、啊，还好啦，老师。那你也做一个鬼脸给我看看。好。好，一二三。哇，你很放开哎！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下的？老师，我们这边不好看，不用做了，谢谢老师。没问题，你出来就是你了，出来做一个鬼脸。这样好。谢谢大家。对嘛，要放开来嘛。我刚刚给你们做这些东西，是因为这一首歌它想要传递的那个氛围啊，是很快乐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放得够开。这一点你们就可以跟虞书欣多多学习。嗯，好好学哦。虞书欣，你站出来，你跟那个喜爱一起试试看。那句我怎么这么好看？你们开始已经有一种对战的感觉了。不了解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哒哒哒啦，哒哒哒哒啦，这么好看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感觉上官比较好看。我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来一次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这么好看 ，battle 你就要有 battle 的气势存在，我们得就是完全的融入到那个气氛当中。哎，所以你 battle 赢了吗？我赢啦。是吗？嗯。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บ้างคะซ้อมกันมาหนัก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มีความมั่นใจไหมที่จะโชว์好难，练了一晚上。现在没有，过两天就有了。OK。Who wants to go first? 好，我们吧。OK。不蒸馒头争口气。